赢了江哥。哎，过去一点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又来到我们的 Skin Club 环节喽。感谢有没有按赞、留言、订阅啊？哎，我们的新活动抽出第一位幸运儿了。那介绍一下 Skin Club， Skin Club 呢就是一个开箱网站，那它里面呢有非常非常多这个我们 CS2 里面所有的皮肤 skin， 然后许许多多不同的玩法。然后呢，它也提供了很多种不同的这个储值的方式，比如说 Google Pay、Apple Pay、信用卡、PayPal， 甚至是加密货币等等的。那记得储值的时候呢，记得输入我的优惠代码，你可以得到更多的优惠哦。那大家也记得我的影片呢，只要按赞、订阅，然后留个言，那我们就抽奖的资格。那每个月会抽出一位，那获得我们的小小的 skin， 那代表一点点小小的心意。OK。那我们就继续开箱，时常在更新啊，我们的 Skin Club 非常好，大概可能两个礼拜就更新一次哦，所以你可以在这边玩到很多不同的东西。Go！ 哇，我以为这个很贵，结果还好，再来。又是黑 AK， 黑 AK 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经典的 skin 啊，原皮 AK 以外，黑 AK 也是个不错的选择，所以我黑 AK 都会留着，当作我们抽奖的小小礼物。又来一把，不是吧？别的 AK 也可以啊，不一定要这一把，对不对？哈哈。OK， 好啊，要这样子连三把，要让我们这样子难堪呐、啊。换这个新的，这新的箱子我们都看看，新的刀很想给它抽一下、欸。哦 ，M4 也不错，不错，看，今天怎么感觉都差一点的感觉啊？刚也是这两。两美，这是四美。夜莺，夜莺大家会喜欢吗？再一个，来，再过去一点。这个贵的也给他抽看看，这个新的箱子我每个都抽看看哦。看一下，先看一下那什么爪刀，然后折叠刀。来，龙王啊，不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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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来一个屌的，至少是这把 M4 啊。Welcome to the jungle， in the jungle， 哎，过去一点 ，fuck， 最后一个，in the jungle， my the jungle， lion sleeping tonight。啊，哇 ！Skin Club 呢，就是最便宜的箱子不要抽，你可以抽这种中间的4块10块这种，就是第二贵或者是第三贵的，然后最贵的就衡量自己的那个能力哦。我觉得这就是中间两个。啊！再换一个，刚第二个感觉不错。这个比较贵一点，十二。哎，喂！为什么不停下来呢？停下来我们就有啦。啊！好烦哦，抽这个好上头哦，刚那个差一点就很想上头。噔噔噔。咦，哇，隐黑，我们找几个那个肥羊来宰一下、哦、我们的 battle。哇，对，你看你赢
赢才赢0.33，有时候这个就是要挑一些中间值的，可能快两三块五块那种，可能会好一点啊。来，贴纸，有时候抽这个我都去看现在有什么贴纸，有些蛮可爱的，有些很新奇的贴纸，因为平常我不太关注贴纸啊。其实没看过贴纸就蛮好笑的。反正我在靠队哦，他都好贵的哦。哇，这人也有哦，0.5的。会赢吗？干，我真的靠队友哎，我好烂哦，才两块，对我他妈4块，哇！输烂，以小博大嘛，对不对？我靠啊，他一次拿11块呢，我等出局啦。这是疯狂模式吗？还不是，这个贵点，碎啦，逆风翻盘啦！喵，我一个人就血虐了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这个贵的有时候以小博大。赞赞赞赞赞 ！update 一下 ，update 一下，今天的运气感觉还可以哦，有这种逆风翻盘的局势啊，你就一直挑这个几率高一点的就好了，有60%以上我都觉得还行，60-61我都觉得还可以，就是超过60啦，我觉得超过60是比较稳的选择哦。再来再来再来，我的要求并不高，怪怪的哦，不会吧？我干，还好，再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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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停，完了，不要不要，停停停停停，哇，幸好我挪一点点，给自己留个保险啊。来啦，接下来就是准备要破百环节啦，稳一点，不贪心，停，完了，失败，好吧，那就是 Skin Club 就到这里啦，那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个我们的 YT 影片按赞，然后订阅，然后留言，好不好？那个我们每个月会抽出一个 skin， 那有机会的话，也许可以加码，可能每部影片抽一个，好吧？那感谢大家的支持收看，我们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